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106页第三行啊，课题俗愿得生。请看经文，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俗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一段经文很重要。给我们作证，决定能往生。为什么？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每一个往生的人跟佛都有很深的缘分，也就是说在过去生中跟弥陀结了缘，现在这个缘成熟，这才能往生啊。那么我们想想自己跟阿弥陀佛结的缘，肯定是有缘，这个缘呢深度够不够，啊，我们可以从念老注解里面来观察。注解上说，皆是阿弥陀佛俗愿因缘，如同唐译里面所说的啊，大宝积经如来会有这么一段经文，说八万亿那由他众生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跟我们这边的文呢相同。这边说十方世界，每一方各有八万居之那由他人，得受记法人呢，成无上菩提。啊，有这么一段。啊，那么这个经文决定呢，是真实的，不是假的。说盖
一切法从因缘生，这是大乘佛教所主张的啊！这一切法从哪里来的？因缘生法啊，佛法也是因缘生，离开因缘，佛法也不能成立。这下面说，如是众生，过去生中，得于因地中之弥陀相知。这个缘早了啊！什么时候啊？阿弥陀佛在因地没成佛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出家叫法藏比丘，从比丘生生世世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提升到菩萨啊，这是大乘法门。菩萨就是实性位的菩萨，由实性到实住、实行、实回向到实地，我们就称他做法藏菩萨。啊，那么他在做比丘的时候，用了五戒的时间，遵照老师世间自在王佛的教诲，去十方诸佛刹土参学。我们今天讲的考察啊，佛法讲参学，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因为法藏比丘发了个大愿，这个大愿呢是要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众生。为什么？六道太苦了啊！四圣法界称为小圣，一真法界称为大圣啊，虽然也有苦少，乐多苦少，唯独六道苦多乐少啊！啊，真苦啊！迷得太深，迷得太久，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个罪业，感应的报应。啊，业有善有不善，善业感得的三善道，恶业呢照感的是三恶道。三善道苦，三恶这个三恶道苦，三善道也苦啊。所以佛告诉我们，三界痛苦，没有不苦的啊！佛的大心大愿，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离苦得乐。佛创立教学，教学的目的就是这四个字，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离苦得乐的标准是加上究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在我们凡夫六道里面来说，究竟苦就是轮回，没有离轮回，这个苦没有离干净，一定要离六道轮回，离究竟苦。那究竟乐呢，真的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究竟乐。这一个教学的目标，可以说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指向极乐世界的究竟路。那么换一句话说，佛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们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就是用的信愿之名往生净土清净弥陀。他们教学的目的就圆满了，就成就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个法门信愿持名，这个法门确实同是一切法门。大乘经上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四弘誓愿里说无量法门的无量誓愿学，无量法门通通归一个法门，就是念佛。为什么要开无量法门？因为众生对这个法门是很容易成就，他不相信。不相信的人可多了。在我们这一代，我所亲近的念佛的老和尚，他们有没有往生？我们不敢说，但是看他一生的行持，我们就会怀疑。为什么？跟经上讲的不相应。信愿持名没做到啊。像什么样子才做到？地贤老和尚那个锅炉匠的徒弟做到了。能够做到他那样子的人，他就决定我是。我们李老师跟我谈过好多次，非常想学下雨。这学不像啊。
啊，古德常说，为上智与下愚不移，不移就不改变。这两种人最好教，上智的人一问千悟，你给他一说他就明白了，他就接受了，就真干了。下下愚人也如是，啊，他什么也不懂，但他什么也不问，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所以他的成功跟上智成功是平等的，啊，上智往生是上上平往生，下愚的人往生也是上上品往生。我们属于当中的，上不上下不下了，啊，美其名为知识分子，知识可害惨了我们。啊，那么这个经我们就快去讲圆满了。在圆满这个时候，我们遇到善知识，海贤法师的弟子印智法师啊，把老人这个事迹啊，还有一篇宣扬老和尚修持的成就啊，做了一篇光碟送给我们。我们看了之后非常感动啊，来得恰好给我们这部经做了总结。我们在经上学，它是完全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什么？落实心愿之明。老和尚20岁出家，啊，20岁就出家。21岁受戒，活到112岁，整整90年，信愿持名没有间断。不妨碍工作啊，工作是修行，生活是修行，处事待人接物通通是修行。三归五戒十善啊，沙弥略依六合六度四摄普贤十愿，通通表给我们看了。他不是讲的，不是念的，他全做到了。在什么地方？就在日常生活。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的师弟也如是。啊，师弟
海清法师留下的肉身，全身是力。佛法在行不在说。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但是49年他醒了，身心言教啊，他不是不行的，他所说的他全做到了，他没有做到的他决定不说。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阿弥陀佛在因地做法藏比丘那个时候他醒了，他到十方世界去参访，每一个佛国度一个都不漏，到那边去考察，就像善财53参一样啊，一个国度一个国度去参访啊，看看那个地方的声闻缘觉菩萨怎么修的，佛陀是怎样教的，哪些值得采取，他看到欢喜哪些他能把它舍掉，并不是完全舍去，取长舍短譬如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佛土，这个里头六道有三恶道，还有阿修罗道这个不好，他不要。极乐世界也有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只有2道没有6道，他只有人道天道，修罗跟三恶道都没有，这就是他不去。不取的太多了，我们这个地方无论是神，无论是居住的环境，就暴徒暴神跟暴徒全离不开业力都是我们过去生中行善行恶所感的。那么他的趋势就是我们只要善不要恶。极乐世界只有善，只有净没有染，只有善没有恶。这是他取舍的标准。那么还有寿命很短，寿命短，我们学的东西很有限，死了以后再来，再得人生再继续学，当中至少20年。中断了，
它不能连续啊，所以学习非常困难啊，这些东西他都不要，在极乐世界全没有啊。极乐世界的人虽然有四徒，四徒之名存在，实际上呢，实际上它是平等法界啊，所得的身相是法性身，跟报土里面的佛一样啊，是报庄严土阿弥陀的报身。我们在同居处里看到的是报身，在方便图看到的也是报身，这个不可思议。报身是唯心所现，没有唯识所变。啊，那么凡身同居图跟方便有余图，都有唯识所变。啊，心性识变，华严经华藏世界品世界成就品里面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啊，许许多多诸佛刹土数字说不尽啊。都像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有圣贤人出世，我们的环境就会好一点。为什么？圣贤人教我们，我们就少造恶业，多造善业啊，我们的生活环境都比较好，要太平盛世啊。如果没有佛出世，没有人教导我们，那就像现在这个地球没有圣人的，东西方都没有圣人，我们的社会动乱，地球上许许多多不正常的灾变，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痛苦啊！这样的世界在变法界虚空界里头很多，不是我们地球一处啊，很多。啊，那么有没有清净世界呢？有。华藏世界品里有介绍。啊，数量也应该说是不是少数。啊，有佛常住在世间教化。啊，像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那就是常住在世间。啊，他还要办事啊，办事他分身去，本身如如不动。啊，本身都在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干什么？今现在说法。啊，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教化没有中断过。啊，因为极乐世界的是法性身，法性身是不生不灭。
慧能大师当年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说的那五句话，那就是发心身。啊，身本自清净，就到极乐世界好啊！啊，到极乐世界第一个无量寿，第一个好处，寿命无量，不像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寿命是有量的。啊，极乐世界人是无量寿，我们必须要知道，无量寿才有足够的时间，什么都能够走得圆满。啊，第二个是烦恼没有了。啊，见思烦恼没有了，尘沙烦恼也没有了。无明烦恼也没有了，不是我们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功德威神的加持。我们到那里去了，说这烦恼是还有，它不起作用的。啊，发性身，身不是物质，那说不出来，身是透明的，啊，不是物质现象，它也没有起心动念，精神现象也没有，它也不是自然现象，说什么都不是，微妙到极处。啊，真的是赞佛相好光明无等伦，这是赞叹阿弥陀佛。所有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所得的报身跟阿弥陀佛是相同的，那么换一句话说，赞阿弥陀佛的这个赞颂啊，就是赞所有往生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人，这个要知道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啊，这个太难得了。啊，不求到极乐世界，你求什么？所以应该一切放下。啊，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啊，我们常常提到的一部经，一句佛号，一项专念，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他圆满做到了。说实在的话，一个人像他那样的修持呢，顶多三年就往生了。他为什么住在这世间，还住九十年？112岁才往生。他的寿命不是业报，他那个寿命是阿弥陀佛主导的。啊，阿弥陀佛要他表法，叫他做一个学佛的样子给人看，什么叫学佛？
不像他那个样子，那就不是学佛。像他那个样子，真学佛。你看头一桩事情，身见边界，见取戒取，放下了。他不知这个身体是自己，所以他的劳动工作他不累。我们为什么会累啊？这就身是自己做了几个钟头，哎呦累了，要休息了。他不需要休息，他不执着身是自己。所以他能够持戒，他不会破戒。那个戒律就是他的日常生活，正常的生活。完全融入了，这个的自在啊。打他骂他侮辱他陷害他，他不生气，他没有觉得我很冤枉啊，我就很冤枉，已经着相了，那有我才会有我，他没有我的话，这个冤枉念头生不起来他心是清净的，丝毫不染着你细细观察这个老人，一生因为小庙在乡下，乡下附近都是山地也没人去开垦他就开山开辟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这个收成自给自足他有这个体力，他不休息，年轻的时候喜欢做，做到天黑还不肯收工。在山上，那个时候没有电灯的，点油灯、点蜡烛。住在山上的人，大概晚上8、9点钟就睡觉了。我们看到的，他每天3点钟起床。晚上肯定是8、9点睡觉了。晚上做晚课，早晨起床做早课，早晚课都很简单，全是念佛。师父没有教他念一部经，他一部经都不会念，他就念阿弥陀佛。天大亮了，外面能看得见了，他就出去工作去了，什么活都干喜欢帮助别人一生到112岁都不需要别人照顾你看破柴
充迷。啊，迷是稻米，是自己种的，要把稻子变成白米，要经过很多手术，都是自己一个人干。他养成习惯了，他不知道累。啊，无论干什么活，口里都是念阿弥陀佛，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干什么样的活也不耽误自己修行。修行跟生活融成一片。啊，干什么都在念佛。他有没有得念佛三昧？肯定有。他不得念佛三昧，他怎么能见到阿弥陀佛？有人问他了，你老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你说些什么？他说，我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他不带我去啊，啊，叫我留在这个世间表法了。啊，表法就是做好榜样给念佛人看。啊，念佛人要向他学习就对了，那真的是念佛人。啊，万缘放下，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你问他，他什么都知道。啊，什么都知道，那就是那开悟了。不开悟做不到啊，他开悟了。啊，他生死了了。这是阿弥陀佛交给他任务，他把工作做好了，任务圆满了，佛就来接他了。啊，身体健康，什么毛病都没有。啊，这是我们要细心的去观察的，才真正了解佛法不可思议，净宗不可思议，这一句名号不可思议。啊，你只要好好念这句文号名号，决定得到阿弥陀佛冥冥当中加持你。啊，什么问题自然就会解决。感应不可思议，全在真诚的信心。啊，一般人念佛念菩萨为什么没有感应？他心底不诚。啊，信心不足，所以没有感应。啊，他18岁，那时候还没出家，这出家之前的事情，腿上长了毒疮。啊，找什么医生医药都治不好。啊，他突然想起来，这个病是业障病，冤业病，冤业病医生治不好的。
啊，怎么办呢？放弃医药的治疗，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求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念了一个多月，这个毒疮自己好了，以后再没有犯过这个事情。所以他对于佛菩萨有坚定的信心，他就灵了。没有坚定的信心，半信半疑就不灵啊。不是佛菩萨不灵啊，是你自己那个感里头夹杂的东西在里，染污不纯。跟佛菩萨不能起感应道教作用。必须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感应就现前了。这个是老和尚给我们表法，做出样子给我们看，我们要相信，不能有丝毫怀疑。佛是门中有求必应，求离苦得乐，不为个人求，为众生求。众生太苦了，那么我们这些学佛的人给众生求有没有效？有效。有效没有看到，那什么，众生造业太多了，我们这一点功德了化解不了，我们的功德很弱很小，众生造的业很重很大，可是我们这样做法让很多众生看到了，里头有善根福德因缘好的，他看到了会觉悟，觉悟之后大家都能够回头向善，问题就能解决，可以解决整个地球整个世界的问题，这个道理近代量子力学家都知道，他不是从佛法知道的，他是从量子力学里头。他们知道人的念头能量之大，无法想象。所以他们劝人，人要有好念头，不要有恶念头。所以化解灾难他提出的方法是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什么灾难都化解了。念力啊，老和尚这个念力纯呐，因为他没有杂念呐。这个有个他这里有个小故事。他自己种冬瓜，种了很大的一个冬瓜，他很喜欢。被人偷去了，他就咒，哪个人偷了我的冬瓜了？他要害病，他要吃苦头。
果然就有一个人得病了，真的冬瓜是他偷的，那么灵，看他病得苦可怜那个样子，也是他的亲戚。老太太找了个，你不能再住了，你看你那个堂弟的时候，这个得的病很可怜的，哎，他想这么灵啊，赶快改口，希望给他好，不要让他痛苦，就算好，过几天呢就好了。这都是他年轻时候的事情，你就晓得他的念力。我们咒个人，那个人怎么咒啊？他也不生病，他也好好的。为什么他一咒的时候就起那么大作用？在念力，他的念力纯，我们的念力杂，杂了很多妄想杂念在里头，所以他不灵。不是咒我不灵，是我们的夹杂不纯。他从小念头就很纯，没有杂念。尤其是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得到护法神保护，这肯定有护法神的。那么这就是跟阿弥陀佛因地那个时候就有关系。我们今天听到佛号，听到净土三经五经，能生欢喜心，能够合掌恭敬，这就证明我们跟阿弥陀佛的缘很深。阿弥陀佛在做法藏比丘时候我们就结了缘，到今天不知道多少结了，这一生的人生遇到佛法，这缘成熟了。所以因地中弥陀相知，这就是遇到了，遇到阿弥陀佛，深蒙教诲，成熟善根。遇到佛，佛慈悲，佛真教你。我们没有能够相信。但是佛所教诲的，在阿赖耶识里头，皆成种子了。这个里头是成熟善根，实乃无上殊胜的善缘。又因呢虚实受教因缘，增从文起思，从思起愿，如是正思真愿，应如八摄心田，决定不朽，是为无上殊胜的善因。这是这一段呢，是说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关系。不是有这么深的缘分，你遇不到这个法门，遇到也不能接受，也不能相信。我们今天遇到了，能接受，能接受，我们得的利益了，并不很多。我们的业障习气非常严重，原因就在此地。我们没有依教奉行，
这就是善根福德因缘有，业障习气非常重，障碍你不能修行。障碍不在外面，在自己。如何补救呢？像海贤老和尚的出现，就是给我们打强心针，看看他的样子，回头再想想自己，你自然就觉悟了。啊，他的一生师父没有给他讲多东西，没有给他讲禅，也没有给他讲密，也没有给他讲教，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严持戒律，我相信他的师父也不是个律师，也没有把戒律搞清楚。啊，知识根本戒，那根本戒就是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他真做到了啊，十善做到了啊，沙弥十戒，二十四门为一，我相信这个他做到了，因为在他那个年代，寺庙里头人人都做。啊，在家学佛的三规五戒十善都能落实。啊，像现在斯里兰卡一样。啊，他已经养成习惯了。啊，因为他出生在光绪26年。公元1900年，啊，那个时候佛门的风气还算不错，啊，基本的条件呢都还遵守，犯戒破戒的人有，不多。也不很严重，啊，那么我们生在现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太难了，诱惑的力量太大了，财色名利，内有五欲，七情五欲，外面有色身香味触法诱惑你，你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真正做到如如不动，你才能够保证你行在道上。啊，如果被外面境界所动摇了，你就不行了。啊，要饮食，要挑剔好吃的，这就不行了。为什么呢？你有分别，你有执着，就造业了。啊，还有跟人竞争的念头，这都坏了。啊，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跟经教里所说的完全相违背，这怎么行？
啊，法永远不变。我们修行人的念头起心动念在变，那你看那个时候人老实，师父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哎，他就一直念了90年，没改变。现在人不行啊！啊，老师教他个，他不服啊！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看法，那就不行了。啊，由自己就是凡夫，没有自己才是圣人。所以佛法第一个破身见，不执着身是我。那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我所有的不是我，衣服不是我，我所有的身体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什么是我呢？佛给六道众生说，阿赖耶是你自己。阿赖耶没有形象，但是他能现物质形象，所有一切物质都是阿赖耶的相分。啊，一切起心动念都是阿赖耶的见分。我们从这个地方对阿赖耶有个概念。啊，阿赖耶能够变成一个人了，的人生了，那什么语言不同。因缘生法啊，阿赖耶识里头什么种子都有，十法界种子全的，哪一个种子起现行，哪一个法界出现，如果佛的种子起现行，佛法界出现啊，人的种子起现行，就到人法界来了。啊，人是什么？阿赖耶识里头，无界摄善的种子，语言成熟了的人生。如果是贪的种子起现行呢？他就到鬼道去了，成慧起现行，他就到地狱道去了，愚痴起现行呢，他就到畜生道去了。什么种子都有啊，太多太多了，数不清呢。肯定有佛种子，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当然有佛种子。啊，只是人的欲望嗜好，这个能量太强了，佛菩萨的种子不起作用。啊，何况这一生当中没有人教他，他也没有看到真正修行人。啊，像海贤这样的修行人，人家看到会有感受。啊，普通出家人，人家没放在眼里，更不会放在心上。
啊，看到老和尚尤其那么高的年岁，112岁，不要人照顾，行动很利落，头脑很清楚，动作很敏捷。啊，这个一让人看到就感到惊讶。因为一般人70、80就不能动了。啊，他还能保持正常。啊，一般人看他那个样子也不过是60、70岁。啊，他要不说出来，没有人知道他100多岁。啊，所以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很简单的80行天。啊，有这么一条，我们念一念：所有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一切种子都收藏在第80里。遇到缘呢，就会起现行。啊，所以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设法界一真庄严怎么来的？为时所变。80能变，外面环境千变万化，是所变。真正修行人功夫成就了，他能够控制第80。啊，第80还是变，但是变的幅度不大，他能掌握。啊，不管怎么变都在戒律的范围之内，不会处理，这叫功夫。功夫里的最重要的忍辱，什么都要能忍。啊，要把它看破，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不要受这个假象啊迷惑，而造业，那就错了。啊，是修行人能控制阿赖耶，这叫功夫的力了。啊，一般修行不是真修的，他没有这个能力。修行功夫越高，控制的越严，到完全控制了，就能转80乘4支，那就成功。啊，叫转识成智。啊，那么这是这个里面专门讲跟阿弥陀佛的缘分，这个种子决定不小啊，是为无上殊胜之善因。我们跟阿弥陀佛的缘很深啊，这都不是假的。今弥陀觉满公园，成就进去啊，
今天我们这次遇到了阿弥陀佛呢成佛了，不是法藏比丘那个时代了他已经成佛了所以他的觉圆满了，功也圆满了这个圆跟满是一个意思，功德圆满了，成究竟觉了他的成就得到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的赞叹，同时又得到十方一切诸佛的赞叹，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一切诸佛没想到的事情阿弥陀佛不但想到了做到了那就是用这样的善巧方便幸愿持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而且极乐世界是法性土，往生的人得法性身，这个了不起设方一切诸佛刹土只有极乐世界如是，其他的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好在成佛了，起心动念断掉了，不起心不动念，所以人人看到阿弥陀佛欢喜，佛看到阿弥陀佛也欢喜，阿弥陀佛大愿值得赞叹，诸佛度不了的众生通通送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去学习，所以一切诸佛都变成阿弥陀佛的推荐之人介绍人把所有的众生介绍到极乐世界去，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为我们多次宣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专门介绍人到极乐世界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我们生起信心从信心里头再生出愿心，真想去，真愿意去去的方法很简单，念佛名号就能去念多久呢？第十八愿圣说了，临命终时一念生念都可以往生，太容易了可是我们听了千万不要侥幸，侥幸会失败临命中一念生念都能往生，我现在念它干什么？不需要念吗？但临命中是在念吗？你有没有想到临命中时你头脑清不清楚？如果不清楚，你看很多人临命终时连他的家的人都不认识自己的晚辈来看他的时候，你是谁呀？不认识这个就是现在一般人讲老年痴呆症，得老年痴呆症的人决定不能往生，那往生的缘就断掉了
那在我们的一生生活当中，决定不能断众生的法缘。断众生的法缘呢，大概可能最可能的就是老年痴呆症，你会得这个果报。应该劝大家念佛，他念不念随他，他耳朵听到阿弥陀佛了，听到无量寿经了，阿赖耶就是种子啊，这个种子现在不起作用，来生后世遇到缘起作用。这个好啊，你常常帮助众生种这个善根，你决定得生极乐世界。所以于是应缘具足。蒙佛威神摄受，具得往生极乐世界，通通能往生。可见极乐世界菩萨声闻天人具戒无量者，往生到极乐世界人多，菩萨多，声闻多，就小乘，四果、四相、辟支佛，天人，还有底下讲六道众生。畜生、恶鬼、地狱都有往生。念佛人为什么还堕三恶道？临终一念没有放下贪嗔痴，我道去了。所以学佛的人，海贤是非常好的榜样，这个光碟应该大量流通，多看看。佛弟子生活待人接物要像老人一样，心里面只有佛号，别人赞叹没有欢喜，别人回报没有成慧，心里就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生烦恼，造业受恶报，不放在心上。他惹我生气我不生气，我要生气我就上当了。为什么我会堕落？我不生气，他堕落，我不堕落。如果我生气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堕落，来生见面还算老账。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这就错了嘛。这为什么不到极乐世界去？我走极乐世界的路，不跟你们同道。完全对了啊。一生怎么样也不见。这是海贤老和尚给我的表法。他最后一个表法是手上拿着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这本书是弘林法师编的。
啊，有几个同修把这个书带到他那，他一听这个书非常高兴，好像得到宝贝一样的啊，穿袍大衣，拉着就说：“你们来给我照相啊！”大家都给他照相。三天之后他走了，最后一次表法啊，他是来表我们这个法的，肯定下莲居老居士的会记本正确，肯定黄念老居士做的注解正确，肯定我们这二三十年弘扬这个本子，依照这个本子来修学习没有错，这告诉世间人的。啊，应该也是阿弥陀佛教的表法最后的，就最重要的这个法表了，他就走了。啊，阿弥陀佛就接引他往生了。啊，他把这个使命交给我们了，我们要继续表法，要做出念佛人好样子跟别人看。啊，他这个接力赛跑这个棒子交在我们手上了，我们要勇敢地接过来。啊，如法修行。啊，所以我们这是我讲这个念老的注解，这是第三遍。啊，这马上就讲完了。啊，第四遍还是讲这部经，从头再讲。啊，这个里头把这个注汇到经里面，是同学们做的。我还有一些地方不太满意，所以下面第四回我们来学习，我们把这些不很妥当的地方把它修订。啊，希望的时候一年的时间完成一个定本。啊，就正式流传给后世。啊，做一个这个尽善尽美的无量寿经国注。啊，同时呢，我们深入学习，最重要的。这些经文包括念老的注解如何应用在我生活上，啊，如何运用在我的事业上，无论你做什么行业它都管用，啊，还可以治国平天下，啊，通通用得上，我们来做这个功夫，下这个功夫。啊，那么这就是广义的无量寿经，不是狭义。狭义是求生极乐世界，广义的时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能用得上。啊，那么极乐世界菩萨众这么多，声闻这么多，天人乃至于六度通通都是无量无边真表弥陀因地于无量劫于生死海中教化摄受六度众生实无量也。
得交代清楚了。这个我们要学习，跟阿弥陀佛学。这学习什么呢？广结善缘，广结法缘。只要你遇到的、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通通都要用真诚爱心念佛回向给他，就跟他结缘了。跟一切众生结西方极乐世界的缘。其他一切善恶缘都 不重要，结往生极乐世界的缘重要。且我今日于此妙法能闻能信，是彼弥陀于往劫中追逐我于泥泥之中教诲我于火车之内，摄受不舍，劝导不休不惜共轮转于轮转于六道，但与我回心于一念，恩德无极，威德无穷。念了这些话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大乘教里常说，佛事门中不舍一人。我们往昔无量劫之前，弥陀在因地做法藏比丘的时候，我们就结了缘。这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佛都在照顾我们，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都在哪一道，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佛的化身，遍一切处，遍一切时，化身没有形象，化身在净土里面叫无常寂光，常寂光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常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即是清净，即灭，不但没有烦恼，没有习气，连形象都不可得。科学跟我讲三种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在常寂光里头都没有。常寂光就是法身，常寂光就是自性，常寂光就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所以佛法修学到最后终极的目标，回归常寂光，跟十方一切诸佛融成一体，像我们灯光一样，即是盏灯，光光互融，融成一片。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一切诸佛无量劫以来所修学的功德跟我们自己融成一体了，他修的就是我修的，我修的就是他修的，再也分不出你跟我了，分不出了。
报身有相，法身没有相，法身就是上界光。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离开佛，我们在常寂光中啊，自己不知道啊。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才晓得，我们要对得起佛陀。佛陀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啊，我们这下清楚了，意识到他在了。就得到他的价值啊！没有意识到他存在的时候，得不到他价值啊！他虽然是普遍价值，我们不得受用。我们意识到啊，我确实在常寂光中啊，决定没有离开常寂光。啊，佛经上还有一个比喻，比喻得很巧妙。他把自信，就是常寂光，比喻作大海。啊，那我们众生呢，是大海里的一个水泡。这个比喻很好，水泡没有离开大海。大海知道你这个水泡，水泡不知道有大海。水泡的一个范围就这么大，哪一天水泡破掉了，我跟大海融为一体；没有破也在一体。啊，破掉的时候就是我们觉悟了，我们回归常寂光了。这是真的，遇到了净宗，遇到了信愿持名这个方法，就是说。这个水泡啊，遇到要破裂的缘了，它的一破就回归了常寂光了，啊，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那我就常常讲啊，勉励同学，念佛人。一切时一切处对一切众生用真心，不能用妄心。为什么？我们跟阿弥陀佛相应，阿弥陀佛的心跟我是一个心，阿弥陀佛的愿跟我是一个愿啊，他发48愿，我也发48愿，我们同心同愿，同德同心，寿命到了的时候，哪有不来接引的道理？那为什么戒淫是自己戒淫自己啊？我们有分别，阿弥陀佛没有分别，阿弥陀佛看到我们是他自己啊。是一个大海，不是两个大海啊！啊，他看到整个大海，大海里所有水泡都是他了，不是外人。啊，我们一定要水泡破了才知道的是大海，水泡没有破，总以为我就这么小圈圈。啊，错就错在这里，这叫什么？虚妄的分别执着，这个东西要放下。啊，不要有执着，不要有分别。啊，到最后不起心不动念。水泡就破了。
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住在十八土地，他们通通都教化摄受六道众生，像阿弥陀佛一样无量无边啊，所以我们就能够肯定今天我们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个经本，遇到这个注解啊，都是稀有因缘，我们感到无比的幸运。为什么下莲居老居士汇集这个本子，是在抗战时候抗战之后这次出版啊，出版那个时候分量很少，很多修复的人没看到，不知道有这个本子。啊，绿行法师也是夏老的学生。啊，他从山东到台湾。带了几本。啊，送给李炳南老居士，啊，李老师把他翻译过两次，啊，一次是依照夏老的原本照相翻译，另外一次重新排版，啊，那个时候签字排版。印过一次，数量都不多，啊，每一次大概是1000册，所以看到这个本子的人很少啊，没人讲这个本子，没有人介绍啊，啊，新的本子出来了。佛门里面还有很多人怀疑啊，有批评啊，甚至于人还有执着，今天不可以回去啊，反对回去，有很多人来问我怎么办，我说如果反对汇集，这个问题可严重了。为什么？现在每一个寺庙里面所用的扩诵本都是汇集的啊，你看金灿佛寺所用的法本也都是汇集的，他要反对的时候就通通不能用啊，不能用，出家没事情干了。那都是汇集的。啊，朝暮扩诵是汇集的。那不能汇集那怎么办呢？那只有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天天讲经教学。啊，他不是汇集的。这话讲不通啊。啊，反对批评是别有用心啊，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刚刚学佛不久啊，没有资格讲话
可这个本子在台湾看到的人很少。老师讲过一次以后啊，他就不讲这个本子，还讲康生凯的。康生凯的本子我听过。这个本子他讲的时候做了简单的注解，段落都勾出来了。他这东西我能看得懂，所以他把这本子给我了。我就想大量流通，说不行，时候还没到，只好收起来，到他那人家往生了，我才把这个本子拉出来印了10000本，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老师。书在台湾印的，流通呢在外国，外国没有障碍。每个人看到都生欢喜。要我讲。所以我依李老师的每注本讲过10遍。那么最近这几年是依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讲，讲注解，这是第3遍。马上我们开始第4遍。第4遍就是以定证科注为目标，深入把里头这些经文、这些善意发掘出来，怎样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我们搞这个工作，这个我们学了真有用处。念了这几句话，让我们升起感恩的心。我们今天能闻、能信、能遇到，我们上一辈的跟我同一辈的许许多多人没有看过这部戏，那没有缘呢。所以说这个缘分都是阿弥陀佛与往劫中过去一种追逐我于泥泥之中，泥泥是地狱，就是我们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啊，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啊，只要在六道肯定是这样的。你看《白法明门论》里头告诉我们，善心所只有11个，恶的心所就是烦恼有26个。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肯定恶多善少，那造的业就得知道与三恶道接近与三善道有相当距离这个不能不有高度警觉所以六道是险道，非常危险的道路，不好走，决定要到极乐世界。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到极乐世界除了信愿持名之外，要把障碍放下。障碍是什么？就是分别执着，所以说放不下一定要身心世界通通放下，就自在了。阿弥陀佛什么时候叫我走什么时候就走，
五六年，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像海贤老和尚一样了。阿弥陀佛来了，我不见你走，交代你任务。啊，这个任务就是表法，做好样子给大家看。啊，有没有寿命呢？没有寿命，我们自己的寿命已经到了，没有了，往后延长的都是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加持，你寿命延长啊，延长干什么？表法，做榜样给众生看，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海老112岁，这个寿命阿弥陀佛加持的啊，不一定是自己有这么长的寿命啊，寿命是福报啊，五福之一了。我们看老和尚的传记，他的生平苦不堪言呐，家庭环境不好啊，啊，哪有这么大的福报？他这个福报念佛来的，啊，所以人家向他请教，你身体怎么这么好？啊，寿命这么长，身体这么好，他告诉人，严持戒律。老实念佛这么来，别人听得很感动啊！阿弥陀佛加持的啊，他的任务表法最后一个照这照片圆满功德了，我们就想到了，往下了，往下该我们表法了。这个棒子，我们要勇敢地接受过来，接受过来，阿弥陀佛就加持你。啊，那么我们接过来，从哪里开始？从学习无量寿经开始。一定要发现这一生当中专讲这一部经啊，一切经可以看做参考，都在这一部经里头去划分出来，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给人家做什么一个好榜样，不要学太多学太杂，太多太杂脑子学会迷惑了，什么都得不到，要专一啊！古人所讲这个有道理，现在人不相信。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自见就自己开悟了，不要人教啊！啊，海贤法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我们这经教他听的时候，他都能听得懂啊，他一点不迷惑。啊，那什么原因呢？其义自见，一听他就明白了。啊，你念过书认识字，你一看就明白了，不必让人教。现在善知识找不到了，谁叫你啊？我这一生遇到的三个善知识最后的，他们以后就没有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求
其意自见。啊，怎么能自见？得定就自见了。怎么能得定？守规矩就得定。守什么规矩？一门深入，读书千遍，就守这个。啊，所以看光碟。我的想法也要看一千遍。啊，一千遍，只要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来看。看的时候不要打妄想，一遍一遍看，看上一千遍了，其意自见了。为什么？你得三昧了。得三昧就会开悟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开悟就是自见。啊，那你就成为一代宗师了。啊，现在说的说成为这个时代的专家学者了。要转，不能杂。啊，这个也是难行之法。现在人就好学，光学多闻，什么都懂，什么都不懂，没有成就啊。专门搞一样的，什么都懂。这我看这个海贤、海清老和尚啊，他们都懂啊，只是没有语言不说。他所接触的都是乡下农民，不说，一生就是劝人念佛，持戒念佛啊，这是他的环境啊。我们面对的环境不一样啊，所以做法不相同，原理原则完全相同啊，都是从一入进去的，绝不搞砸啊。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确确实实与我们共轮回于六道，但愿我回心于一念。关键就在这一句，一念就成功了，恩德无极，威德无穷。啊，为我培植善根，精心生育增长。啊，幕后念老师，注舍至此，不禁泪淋，流眼泪啊。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真爱护啊，一切众生对不起佛菩萨，不知道佛菩萨的深恩呢。啊，真正知道了，决定依教奉行，真做到，啊，不是搞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